诗篇第四十七篇。万民啊，你们都要拍掌，要用夸胜的声音向神呼喊，因为耶和华至高者是可畏的，他是治理全地的大君王，他叫万民伏在我们以下，又叫列邦伏在我们脚下。他为我们选择产业，就是他所爱之雅各的荣耀。神上升，有喊声相送；耶和华上升，有脚声相送。你们要向神歌颂，歌颂；向我们王歌颂，歌颂。因为神是全地的王，你们要用悟性歌颂。神作王治理万国，神坐在他的圣宝座上。列邦的君王聚集，要做亚伯拉罕之神的名，因为世界的盾牌是属神的，他为至高。